今天我们要讲八福中的第七福，耶稣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使人和睦在希腊文中只是一个字 Erenepoeo， 这是复合词，由两个字组成，一个是 Erene 平安和平，另一个是 Poeo 制造创造，合起来就是制造和平者，或者说和平使者。所以英文的翻译是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， 如果你是一位制造和平的人就有福了，因为你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所谓制造和平指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和平，当我们不承认上帝，任意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就与这位天父处于敌对关系，罪恶使我们与父神分离，我们与神之间犹如势不两立的仇敌。主耶稣就为我们而来，并献上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赎罪，好挽回这份关系，叫我们因着他罪得到赦免，使我们与神和好并且得救。所以圣经这么说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罗马书五章十节，当一个人悔改认罪与神和好之后，神就赐给他一份神圣的使命，这使命叫做和平大使，就是邀请其他人一起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然后与神和好。因此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这么说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我们何等的荣幸能从创造者领受这份使命，带领身边的人与神和好。我们如此忠心的为神而行的时候，也是表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了。